各位朋友，是该吃饭了。我要吃啥？我要吃海鲜大咖，我念叨一夏天了。我看你像海鲜大咖。我妈在，你还真能耐了，你没完了是不啊？丈母娘随时回来啊，你注意点。我刚给他们转账了。老婆，你想吃啥？海鲜大咖。烤了行吗？也可以。您看一下，鲍鱼、扇贝、生蚝行吗？还有条小黄鱼。行，看看这小香料配的行不行，好不好看？可以可以。真香啊。怎么又放黑胡椒？放了一点增香的。哎呀，你一天不会做饭。别动。别动。真香啊。烤生蚝烤扇贝不得款。哎呦我的妈呀。哎呦，是要爆炒爆炒一下子吗？对，爆炒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丈母娘没在家。哎，这被我吓到了吧？我今天晚上年夜饭。哦，好香哦！我先来一个。嗯。西巴来开上去啊！从我妈来了，你越来越不当人了。我越来越不狂野。哦哦哦，这个可以。哎呦呦呦呦，我这个范儿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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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都好几天没骑他了。我跟他现在是啊战略合作关系，所以说我也不骑他了。该有的仪式还是要有的，希望你对我好一点。你什么意思？生理拒绝我。拌面，拌面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那是不是蟹腿肉？你在看着。等会儿都归我啊！我这没有肉了。我不行了，哥。我操，那个无敌，直接封神。再来一个。我劝你。我也想快了。太极生二仪。哎